薄了，机会来了啊！目前上场的两位小哥俩呢，速度都是非常快的啊！我们来看一下，啊，人都是先走到那里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打十二，拉回来。这个让我想起了乒乓球双打啊，打完之后先换位。对的啊，十五、十四、黑八，站在那里啊，他可以摇白旗了啊，很有意思啊。其实